乌沙头水库二十四号透早六点，金美病院伫正古办着一场上千人公益健行活动，现场上千位民众对老师做伙来暖心，随后重点开着来坐着水库五公里的健行活动。响应着基米医疗体系社会关怀月，柳营基米病院积极推动着公益活动，筹办着这场大型的这健行，特别邀请了各族群、各族长辈、甲新生中的朋友、各朋友做伙来参加。其实我们也是借由这样的一个公益健走的活动哈，发挥那个抛砖引玉的效用了哈，那提醒我们的社会，那多多关注我们这一些老人家，还有那个弱势团体们哦，那希望，透过奇美的微薄的努力哦，那可以号召全台湾更多的爱心人士哦来共襄盛举。伊活动包括了二十四号最后一天担任的社会局长的陈英基、嘉义县科长陈玉辉，阁有二十五号将要就职的卫生局长苏世斌当出席来参加。嘛，感谢咱奇美吼，咱的整整个奇美系统，包括英康。好，包括柳营，包括家里这机密这系统啊，这医疗系统，甲咱做足济咱这个长照的这工作。啊，把这个社会的爱心传播给我们，弱势的家庭。那这个活动，我们希望说，可以再继续延续，那让我们的更多乡亲能够，感受到柳旗的大爱。伊这场活动除了五公里的健行之外，伊内只个科室嘛安排一系列大位，和民众来参观。现场的亲像是即户外健检病院同款，伊配合着活动，万东科技大厦甲免费护专，嘛提供着健康的诊断的运动体验，佮有手做的即 DIY， 和大家做伙动乐，欢度着欢乐佮健康的假期的早起时光。南天新闻台下刘雅彩虹报道。